欢迎观看 DJI 入门教学视频。本视频为您介绍 Spark 飞行器电池的安装，将智能飞行电池放入电池舱，握住机臂用力推入电池至底部，检查是否卡紧。请勿在使用过程中触碰两侧卡扣，以免造成电池松动。若取下电池，请捏住电池两侧卡扣，沿反方向取出。感谢您的观看。